首先，这个电源线必须插入主机的侧边这里，不要插反啊。插完以后，然后我们进入这个设置界面，点 APP，点设置，工厂设置，四个八，点 OK，然后进入面框这个设置页面，然后选，我们先设置音量，音量减，转，当变成黄色的是设置 OK 了。好，我们再点加，再转按钮，变黄色，设置 OK 了。然后我们再设置 Home，点黄色的松，点上一曲，黄色的设置 OK 了。下一曲，黄色的松手，点 Back，定呀，点按键。好，现在所有的按键设置完成了。然后我们也点这个保存。好，现在就可以正常的测试了。我们来放一个曲子。现在已经设置 OK 了，可以调整了。然后我们设置看，确认一下其他功能应该是 OK 的。好，OK。